其實我自己好中意嘅。咁啊，嚟緊亦都會拍兩部劇，但係暫時我唔想透露太多字，因為始終都要同我公布嘅，所以遲啲先。咁我俾透露交好遠遠，大家都好關心嘅就係、是、你劇中咧就周旋於阿月同家美之間，大家都想知道咧最後作出咩決定。我想問你，你中意咧阿月多啲定係中意阿家美多啲？忠誠眷屬，勁多啦！